2021年7月23日0到24时，我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，其中3例为轻型，9例为普通型，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例，16例感染者当中呢，江宁是15例，丽水1例，均为机场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密切接触者。截至目前，我市共有本土确诊病例35例，其中14例是轻型，21例是普通型，共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8例。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相关情况及轨迹，通过南京发布健康南京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发布。